各位第一期观众大家早，又来到我们凤凰命的时间，我是何怀哲，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你要跟来探气，我们说老师怎么大盘持续创新高啊，我是拍扯，对，那地方就很麻烦的地方，大盘持续创新高，可是很多人口袋都空空，因为你一定要去买主流选股，真的相当的重要。那当然有个原因在哪里，融资水位相当的低，那融资水位相当的低是因为选股相当的困难，所以投资朋友都弃股票哈，去选择一些杠杆倍数相当高的股票。今天你好，因为下半年哦，你看你今天哦，真的要赚大钱机会来，你反而去做那种赚那种小钱，然后不小心，一个不小心，对不对？就是说方向做错的话，停损几笔的话，你就真的毁了。现在股票真的非常好做，包括你也是我的见证人。看我的电视，坦白讲都可以赚钱，你也可以持续看电视。但那一档波罗威，昨天大盘创新高，它又再度创了什么今年的新高，而且锁涨停板。你昨天单单这一档哦，这档实际上也是我的凤凰股，你看看开盘直接开51块，你买到不是很幸福？讲真的，收涨停板，这个冲比那个。比那个指数冲不是来得更加的美妙吗？当中又不要你钱，你买个10张，5万块放口袋里面又轻松，因为心脏不会七上八下的，对不对？而且可以事先的规划。所以我们凤凰家庭真的说实在哈，现在真的说实在相当的开心，包括哈我们的最耀眼的钻石，索马影音里面最耀眼的钻石，这三档都是我们波罗威。索马影音44块，星象也跟你讲，昨天也涨，跟你讲256，包括甚至我们的索马影音买在247，硕和分享给你450，都是事先的规划。哪一张我又不是叫好又叫座，而且这是最耀眼的一个什么的一颗闪亮的钻石，那时候真是什么，你都把它当陨石。然后看到哇，你要弯腰下来捡钻，什么多美！今天大盘的涨跟你的就有关系。如果你拥有这三档股票，是不是很开心？当然很开心啊，对不对？你只要做多，随便买，随便赚，那边随便加嘛，随便赚。但是包括昨天帮我菠萝，我都还在嘛，还在手上有的还在续报，还在加嘛。千万不要空这些股票，你的口袋会空通，因为融资水位太低，这些股票根本没正式的启动。包括硕和呢？节能减碳概念股，坦白讲，进来是相当的弱、哦。那顺和跌不跌？所以代表有人买股票就会强嘛？那我没跟你讲，跟你讲过顺和，你当然知道都有啊。包括你进来看为什么不跌？因为法人买了嘛，包括波罗威法人买了嘛，星象法人买了嘛，就不会跌嘛。包括昨天早上你看我节目，我也跟你讲说，大力光。哦，已经创新高，你让它休息一下是好事，它会轮到别的来，你就是它会带动很多股票的上涨，包括金华光学也是再度的创新高。但是来这边我不要叫你去做追高，甚至你把它获利了结都没关系，因为资金不足，你要一直抱上去，哎，有更好的选择，有什么股票可以赚个40-50%，对不对？甚至嘛，现买现在涨停板，波罗威就是其中的一档啦。你买你股票会上涨，那是要买。为什么它会上涨？因为它未来会有一篇很迷人的题材，一定会报告给你嘛，对不对？那就好了嘛。所以今天跟你讲真的，我先把这话跟你讲，快跟上脚步。今日我们有特别的新的索马影音，帮我们凤凰家族赶快要去听哦。这个地方来讲，索马。那如果你想听，你也可以当我们的凤凰家族新的索马影音，包括这三档股票未来如何的规划。你说对呀、啊，波罗威。对不对？波罗威他到底该怎么规划？因为他毕竟不是从44块上来的嘛，但是他还是要买。我跟你讲真的，那到底这张股票怎么规划？现在这个东西就尽在我们最耀眼的钻石里面，索马影音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特别要什么？要给你新的索马影音，那、啊、你听得懂就听，好、哦啊、听不懂的话你就把电话拨通，会有服务人告诉你如何的跟上我们的新的索马影音。这样就很清楚了吧，对不对？那你说电视机观众，你还要证明什么？我也不知道可以证明什么。这行情就是说，你要领先这些，因为经常都在发布营收嘛。那营收好，当然什么领先你去做买进的话，这两天营收发布一定都涨停板。但说的那当然，那等到涨停板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一定都是营收好的股票。但是回过来，7月6号就好了。
我不是说宏康不好哦，我也不是。那你看 KY 立丰，我告诉这两档股票，你把它换掉，把获利了结。哎，这两档股票，我是那一天大盘，你也知道那天大盘本身又出了一个小问题，大概吓了半死，跌了140点，对不对？我还是跟你讲，今天不做，你明天就会。你看你播了，我也把它留下来，把我硕和留下来了。啊，大字报写的这么大，硕和跟波洛威，是不是昨天大盘持续创下持续涨，大盘跌它也是你的避风港，那天也没特别涨哦，那天波洛威应该是在48、49块而已哦。它感谢什么？大盘的大跌它都不愿意跌。但是我在早上是有卖股票，说卖股票你才有钱可以买更多，拉回嘛，拉回是多头送给你最好的礼物，你拉回才可以买更多，不是这样。但你一定要手上有钱可以拉回买更多啊，所以我利用立丰跟宏康获利了结，而且跟你讲了，这个不要再买了。波罗威跟硕和续报，续报就是加码，不要跟你讲什么哪一档股票昨天没有再创近期的新高点，但是这两档就可以了，你看节目都可以赚钱。那包括4137的立丰，现在有人说老师那业绩不好，那我当然知道他六月份营收不好，我才会叫你卖掉啊，先卖一趟啊，未来等到他会好的时候，我会再叫你买进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种股票，我就跟你讲186，你就给他获利了结，你没假亏，偏偏问我老师175可不可以买？那什么地方可以买回来？为什么你有这种心态？你为什么不能把那个资金买别的股票呢？因为你曾经赚过立丰的钱，看我们节目看立丰的钱，你就觉得哎，一定包中了这张股票。讲实在话，你就有兴趣。不是这样，股票有时候你会赔钱是赔在哪里？你可能当常操作7次8次以后，有一天他再回到那个低点给你买的时候，你要问我一声啊，我会保护你啊。这一次我们会员都知道，我没有买 KY 立丰哦，立丰 KY 哦，我们都没买哦。我也跟你讲说，我会再考虑、再研究。我就没有这么多钱啊，我资金只有一套，我把波罗威好好留下来，不是很好？哎，今天 poke 掉哎，今年的猴年的新春开红盘的时候，我就买就对了。我说，你这张股票你市价没开盘，赶快市价买进，就马上就锁涨停嘛。我还跟你讲说 poke 掉，真的 poke 掉这张股票。到现在猴年还是 hold get down， 真的果然是涨得没完没了。到近期还在创新高涨停板，今年的高点早就过了。那不是，所以大盘真正的低价转机股要看谁？我就跟你讲，今年就是看波罗威表演，波罗威怎么涨，后面都跟着怎么涨。所以今天常跟你讲说，真的行情来了，你最喜欢的低价转机股开始有行情了，但是你有些是假的哦，有些给没有是假象哦，没有我帮你认证的股票，你可不要乱买啊。因为有些股票一定什么，你要看到它未来的成长性有没有国际的动能嘛。那波罗威，你说老师，那波罗威有吗？当然它有啊，它我那我也有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来到146块呢？不是要 hold get 掉 hold 塞嘞，金姐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那这一次来讲，25.6，这是新春开红盘的时候，在今年吧，今年的那个元月份的时候，提醒你一张都不要卖了，因为我担心你啊，担心你那时候看我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短线跑掉，你没跑掉啊。10月5号的时候，我规划这张股票，实际上大盘那时是最高点887，它在40块左右，我们小赚了1-2块了。而后这张股票的确大跌之后，讲实在也算是有点小对不起你，因为实际上你不是我会员，我不用跟你这样追踪。但是因为它是一档好股票，重新打造嘛，它重新再做调整，因为大盘不好，它也会跟着回来做洗盘。那不然，那这个代表什么？你可以赚更多。所以股票有时候好的股票碰到那个坏的时间点里面，再做大幅度的修正，你弯腰下有人点你一下，弯腰下捡钻石，你真的可以赚个1倍、2倍、3倍。我跟你讲，逮到机会真的哦，不是赚一倍而已，2倍、3倍都可以赚的。如果好好看看波罗威，你好好的不要去怕它，卖家卖家，你跟着真的有钱的同步做动作。我跟你讲，真的，这张股票到现在最少你可以赚2倍至3倍，真的。最厉害的地方是我10月就跟你规划波罗威。妈妈给你求啊，说老师那个波罗威怎么跌成这样？哎，真的在下跌的时候，投资朋友，这就是你要怎么去克服它，你要怎么克服那个恐惧？你说对呀、啊，谁敢40块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二十几块，只要跌到二十五块的时候，我有提醒过你，叫你全收。只是那时你的眼睛只看到什么，都常跟你讲说眼睛只看剩下眼泪了，因为那靠戏啊，因为什么外面都没有人告诉你一些好的理由。可是实际上我在十一月份就告诉你，这家公司有一个国际地位。当然中国大陆通过新十二五计划，我请问你怎么会没有未来？包括它的全面光纤到府，这个都是未来性啊。包括实际上它全球前十大光纤元件厂商里面有七家都是要拿跟它公司拿货的，它是全世界前十名的，有七家跟它拿货，对吧？它是第一名的啊，光纤里面的一个元件要跟它拿，叫波洛威。所以那时候它没，所以说那时候真的说当逮到机会，代表这公司本身它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单单你看到今年实际上你会选股的，选到一个光纤通讯股，再去好好去比较，最会涨的就是波洛威。当然去年最会涨就是联亚光电，联亚光电这两档股票真的一个高价一个低价，通通都什么让你快点假点太点，尤其是波洛威你一定敢买的。去年说实在我是因为规划联亚光电之后，而后选择下一档波洛威，股价也真的是叫好又叫座，所以说基本上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这档股票实际上你错过很多次的机会，但是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一定最少你要拥有我们的索马已经告诉你为什么这档股票它到现在我都还在跟你规划。而且如果今天才跟你讲，我真的太瞎了，我进来还跟你讲我全收，而且索马已经第三季黑马，我跟你讲第一季也是黑马股，这还是第三季的黑马股。最重要我还画了这么近，现在这张股票波洛威真的很好赚钱。你看看六月的时候这个地方，你现在看过来是不是跟上一次大涨这个出生段，它出生段一口气一个半月就涨了110%，这一次你觉得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像不像？如果真的是这个地方，如果就如同76271月8号那个位置25.6，那相当的迷人呢。我跟你讲真的，我不是迫许你要去做追高的动作，你要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就像昨天早上，我说我点你一下，不小心你都可以现买现赚涨停嘛？不是涨停板多厉害，是你到底有没有去做动作嘛？51块嘛。包括是不是昨天又上涨又有量了？但是如果你前天去看它了，它两天都什么都法人在洗盘，在做卖出啊，你不敢买的。所以啊，包括这是我们全体会员的一个什么小礼物，因为那天刚好碰到欧的问因托的问题，如果你那时候能重点式的买入，我们那时甚至全体会员买到是40，还买在44.8，那索马影音很幸福因为索马影音的话是我直接就是，他买44块，那全体会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买44.8，也全部赚，对不对？包括近期7月6号告诉你，那天就是告诉你要抱住波洛威，我说这种股票一定这个不是高点，53年，像我已经早就跟你讲，波段操作一定要续报，静待突破49.5啊。那天怎么样？那天大跌了140点，那天呢、啊？结果你都不相信我，你只看到它红了，赶快卖掉。有赚钱，因为一般投资朋友说实在的，在看我们节目过程里面，你只要有钱，我跟你谈的股票，刚相对在低点去的话，都可以让你印证，你都会买。但是你会跑，有时候你会跑的，学会造型会波一些，刚又很可惜，一档好的股票就这样飞了。有时候有些股票能赚个几倍，你要好好加倍奉还。我现在不是只会给你规划高价位股，好，大力光的意涵我已经告诉你了，清华光学意涵我也告诉你，它就告诉你它的创新高会，还有包括台积电。好，这次我当然没有做台积电，我这个人也老实人，没有做就没有做，因为我不喜欢台积电，做它错它就很麻烦。所以单单大力光跟清华光学跟台积电都创新高，告诉你什么？这边还很大的一个很多中低价位，还有很大的比价下来。包括今年有很特别的地方，是一个资金行情，你要跟上脚步。包括低价位股真的涨得没完没了，我跟你讲真的，你不是最爱低价位股，就是像为什么融资没有上来？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你的钱都已经做一些很杠杆什么
很富，都很去做那种什么不好赚钱的棋子啊。我跟你讲，今年你下半年听我一句话，七月份很好，没有放暑假，八月份更好，九月份一直棒棒棒棒到年底，你把它记下我跟你讲的话就好了。你不要希望大盘大涨，就像现在大盘每天涨一点点就好，甚至不小心还跌回来，难创新高之后难免有震荡嘛，震荡是给你再次的机会给你。我跟你讲真的，真的像今天现买现赚，就昨天七月十四开盘，如果你愿意弯腰下捡，这个东西你的，马上就赚五块钱，十张就五万块，啊，二十张嘛十万块，比什么都好赚，又不要你的钱，这叫做促进经济的成长，对不对？你还可以帮助促进一下成交量，为什么一万多张？那一定是有当冲的，因为那当天有做动作，就当然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啊。好，所以筹码已经对你有什么好处？会让你跟上脚步，会让你跟下脚步。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抱住那一天的低点到现在，我都有提醒过，每一张也十二块，十张的花你多少钱？不到五十万资金，你可以拿回去十二万呢。哎，现在投资梦真的，一档波罗威真的哦，真的是。是一档很成功的例子，告诉你它不是唯一的，我跟你讲真的，后面所引起的很多一些低价转机股的一个爆发力，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我跟你讲它也不是一口气上来了。但是毕竟这档股票，我跟你讲，你这档股票有的你还要续报，它没有结束。好，你看法人卖掉，为什么今天还可以，法人竟然在站在卖方，为什么还可以涨停板？未结束啦，就这样子的。如果它有跌，有个机会，但我跟你讲说，我跟你讲真的，有跌有机会是一个回撤的好买点，我一定带你做切入。这种股票一定一涨难跌，包括那如果没有，我会找一档这种股票，在新的索马里面看什么是像波罗威一样在44块的位置。你要不要给我时间？你要不要赚钱？你要的话，好。这个地方来讲，就跟你讲说，请你跟上脚步哈，因为我们今天恭贺我们最耀眼的钻石波罗威涨停板，说他们影音里面你都证明我们跟你谈的东西哈，没有漏气的，也不是跟你胡说八道。今天特别给你个新的索马影音，它到底是什么？你把电话拨通，跟我们服务人员讲清楚，他就会给你新的索马影音，到底它里面是什么股票？好，包括这些东西来讲，我希望说你能跟上脚步。资金行情的发酵不是一朝一夕，今年的年下半年全部是股票，你好好的做多就对了，千万不要有空方思想，做空不好赚钱，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哈。这边来讲，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眼红一下，走吧。大家都在看你，是你的。零头款，零利率，6万起，勾勾肉骑回家。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戏剧好物，趣味设计，居家生活 ，TTV iShopping 让生活更有 feeling。撒吉吉巴，撒吉吉巴哦。英雄之战，有你的世界就有英雄。喵！喵！喵！You know I want to. 喵 ！Come and play.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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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o 全新登场。SYM， 什么样的新闻会对国际股汇市造成大震荡？什么样的新闻会让全球资金产生蝴蝶效应？后续法人、散户、业内主力的操作密码，请锁定非凡商业台，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非凡新闻通。又回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今天我们特别给你的新的筹码影是什么？就如同波罗威在44块的位置，星象在，星象大字报写了250，要全收了。现在人家昨天要买个256块也没有了。我跟你讲说，我的东西是让你看，让你可以印证。有时候你看我电视的过程，你不要求那么多啊，对不对？我要点你一下什么股票能马上找。当然这个东西来讲，真的说在，你要让。这有时候真的股票，它有时候时间到就会涨了。但是我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你轻松的印证？256全收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讲话都是什么是真实的，我们不会跟你胡说八道，也不怕你赚啊。包括这张股票，实在也跟去年一样，是我一档去年的留下来的。12月17号，大盘在跌的过程，我告诉你，就是心想，因为年底游戏机一定有一番的，有一片很大的天空。那现在同样是暑假到了，暑假的旺季来临，那你不做游戏，你游戏机你不手游概念股，当然首推什么？要从龙头的话，你就要从星象开始去琢磨，它最好赚钱。所以重新我把它买回来，包括这波行情，当然你一定什么？你要上涨过程要有卖啊，你下跌才可以买更多啊。有些股票它的个性，它这张股票真的说是。我每一个位置都有跟你讲，不管是做多或之前做空的点，哈，这个地方我说不可买，就不可买，就什么告诉你嘛，你就把它卖掉就对了嘛。你这样拉回到256块，你最少每一张可以什么，可以赚50块，也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买进，可以多买一些，拉回可以买更便宜啊，那你就可以赚更多。现在256块的星象，哎，那个都有跟你讲，我已经空翻多了哈，全面翻多。昨天你自己看有没有量，有没有上涨？最高来到273.5。我们说明每天讲一定来270以上，不用担心。这两天你自己看星象，昨天开盘开高走吧，哎，你千万不要空它了。那空也不要乱空啊，这种股票真的没有空的道理。我先跟你讲，这边因为它涨到。它涨到均线刚好在压力区272，另我不会看哦，所以你再把它空，千万不要空。那个不小心给它站上去了，你要赚大条，会不会不小心从二字头又涨回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机会很大，因为它营收持续创新，持续再创相对的高点嘛。这公司真的是好的，真的没话说。为什么？它本身我一直跟你强调，它也是有国际化的公司，哎，它本身的博弈的。游戏机博弈商用游戏机，以它是获得全球第二名澳洲的公司的订单，包括它跟腾讯跟鸿海都有合作手游市场，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啊，所以这它有国际化，怎么没有？星象这家公司真的，你哈，尤其现在刚好碰到暑假旺季来临的话，真的说实在，你一定电玩开，而且天气这么热嘛，热到极点的时候。这个一定有它一个发酵的一个空间，所以重新为什么把它买回来？好，你要跟上这张股票。如果今天你想了解，如果你有兴趣的，除了续报以外，你想跟着我们再做加码动作的话，你欢迎你一样，这个东西都是傻秘书的哈，把它续报带过来，多善加利用。不小心会不会又再一次回到什么三位数字给你看？我觉得它机会相当的大。那为什么我看好这张股票？未来跟你讲，反正它也是我们最耀眼的钻石，最耀眼的钻石。因为这个地方最难的地方，每个人都说老是那个选股相当困难。可是我觉得还好，为什么我选的股票都会上涨？像刚刚我们在做索马影音的时候，第一档股票实际上就是硕和，那天450块现买现赚，马上上涨到485块。现在你要拿到那天最高点哦，当天就可以赚30块以外。最重要的是，你看看这一档股票进来485485，盘多久？为什么它在上面一直等？等到昨天才正式来到这条季线，哈，这个五十
这是季线嘛，你有没有发觉到这家公司硕和节能减碳概念竟然是很多是没人要哎、欸，你可以看看，我没骗你，法人卖这么多，你很恐惧，我有没有把你救回来？现在法人就乖乖买回去，每一张如果你买到47到五，昨天最高来到510了，这个东西来讲都要续包，它一定吼。大力光怎么涨？我一直跟你强调，这张股票就是这样简单，五波段的修正完毕，我已经跟你讲得这么清楚，你要全收了。后面我第二个黄金买点有给你，对不对？所以说有人点你一下，这个地方来讲，你会相当的不一样，相当的不一样。这些股票真的要续报哈。那当然，这个地方股票续报以外，你要善加再多利用一下，因为你毕竟没有从底部跟上来。如果它还要再涨，你需要追高，由我帮你做追高的动作，这样好不好？不要自己乱追，好不好？因为有时候投资朋友都很喜欢自己去做动作，哎、欸，那有时候风险相当大，因为毕竟没有从底部上来股票。讲实在话，我替你会比较捏把冷汗，我会给你像这样的股票，像波罗威在44块的位置，好，索马影音的第三季黑马股之一，那时候跟你讲，如同硕和在450块的位置，怎么什么股票像硕和一样在450块的位置，好，让你好好的赚钱，包括就像这一次的星象在256块的位置，我叫你全收了，是不是？档档都是跟大盘一样，大盘创新要持续什么，让你有钱赚。那未来这一档本身要有新的一个索马影音里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给你的一个新的礼物？好，你快跟上脚步，你相信我们最耀眼的钻石全部在我们家，也恭贺今天波罗威的涨停板，我们会给你一个很特别的新的索马影的一档股票，凤凰家族你好好的注意一下，祝大家顺利，年见。知识设计殿堂，阅读兼具战场。突破想象，全来自大师的眼界，有眼界，实力无界，世界潮流新革命 ，All New to Sun。国产唯一领先标配，欧洲规格安全先驱，邀您亲身体验。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戏剧好物，趣味设计，居家生活 ，TTV iShopping 让生活更有 feeling。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搬家装潢仓库。